喂，打中翻啦，后面喂。2019时代足球联赛正式接受报名，欢迎登入网站浏览详情或致电查询。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2019维多利亚王者杯 FC Kaiga 对 Leicester FC 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绿色衫嘅 Kaiga 啦，而 Leicester 咧着住全黑色衫嘅。咁有 Leicester 嘅攻势啊，禁区顶转身一射啊！咁啊，龙门就扑翻出嚟啦，最后接实翻个波嘅。咁啊，继续见到咧都系黑衫嘅 Leicester 攻势。其实上半场大部分时间咧，前半段时间咧都系 Leicester 嘅攻势嚟噶。好似你咁空晒嘅，直接左脚一笃啊。其实如果佢控一控咧，就会再好啲嘅，因为见到咧个波好似唔系好啱步稳嘅，佢射过去嘅时候。跟住呢一个长传，后场传入禁区里边啦，跟住再传埋中间又系空晒噶，但系又俾。Kaiga 嘅龙门咧，去封翻出嚟啊！咁啊 ，Kaiga 龙门对于力保不失咧，系好大功劳噶。之后见到咧，都系一个长传转边，嚟自于黑衫嘅 Leicester 嘅一个捞碌啦，传到埋去撞咗两撞，去到禁区顶又系空晒，冇六三康管之下射啊，但系都过唔到龙门嗰一步啊。之后咧，去到上半场嘅接近末段时间啦，最后三分一嘅时间啦，咁啊六三嘅 Kaiga 开始多攻势啦，不过呢个攻势就麻麻地啊。繼續見到咧，都係卡人攻勢，一個直線啦，劏穿咗嘅，附近冇乜人嘅啫，直接射埋去，爭緊少少弧度啊！我諗佢應該想推翻個遠處位置嘅。跟住一個反擊啦，都係嚟自六三嘅卡人嘅，傳入禁區裏邊，哎呀，跣咗跣，後邊仲有，哎呀，射斜咗啊！第一個跣一跣有啲可惜啊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好近龍門嘅，應該相當之大機會嘅。咁我下半場咧就黑衫嘅 Leicester 開波啦，咁啊睇下佢哋會點樣做啦，能唔能夠保持到上半場嘅初段嘅氣勢啊？咁一個罰球係嚟自於佢哋嘅，一射埋去，可惜都幾偏離目標啊，把握唔到呢個機會。其實呢球罰球咧已經係下半場大概十分鐘左右噶啦，差唔多接近一半嘅時間，咁啊都未能夠做到啊。咁一個長傳埋嚟啦。黑衫解圍唔到，俾翻六三逼甩咗，又去翻黑衫度清唔到，結果俾人入波。FC Kaiga 咧就喺呢個時候咧領先1-0啦。咁啊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就對 Leicester 嚟講就相當危急嘅。咁啊入波嘅係莊文坤啦。
咁因為時間剩翻無多噶啦，而呢場王者杯咧就已經去到final 嘅階段噶啦，咁係同杯組嘅 final 嚟噶啦。咁如果咧維持到呢個比數嘅話咧 ，Tiger 咧就會奪杯而嚟噶啦。加上，咁我哋見到 Master 咧有個角球，睇下把唔把到啦，開咗出嚟都頂到嘅，不過頂高咗。慢慢，慢慢。呢場波都幾戲劇性㗎，由上半場早段 Nastar 撳住嚟攻啦，跟住慢慢慢慢見到啦，去到中段嘅時候咧 ，Tiger 攞翻啲攻勢，咁最後咧開埋呢球嘅時候咧，確保埋啊1-0嘅勝果到完場，最後 FC Tiger 奪得咗同杯組嘅冠軍。2019時代足球聯賽兒童足球訓練班而家接受報名，歡迎大家登入我哋嘅網站或者瀏覽時代足球總會、時代足球學校 Facebook 了解詳情，或者可以致電 WhatsApp 601266655查詢。